我是宣奋。市长，那下午会霸气的宣誓自己是宣奋吗？当着林湘的面？你这是陷阱题吗？下午我会尽量看看太太不要看直播哦，或者是他会看重播。不会啦，你说霸气的宣布我是宣粉哦，我已经很早就讲了我是宣粉了。但当着林湘的面就不一样。我还是可以大声的说，我是宣粉，我是宣粉。上今天是妇女节，会怎么慰劳太太？下午要见到林湘，有没有先跟太太报告？我还没有跟太太说哎。那你开心吗？下午跟林湘？我开心啊，因为我是魏全龙迷。对，那。当然，我从职棒元年开始就是忠实的球迷。那今天当然更高兴是以市长的身份出席。我们非常期待新球季即将开打，因为我们优卡公司跟惠全龙今天会发联名卡。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民众好来关注我们棒球运动，来关心中华职棒整体的发展。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都可以进场来欣赏到我们的职棒赛事。林湘要成为小龙，你昨天看到你亲自留言，太座会不会生气？大家都知道我是资深的龙迷哦，我就是龙迷，这跟是不是乡民没有关系。好，那所以绝对是支持魏全龙，各方面，不管是球员、球队，还有他的应援团。那当然我是宣民，是放宣的宣，宣粉。那昨天我必须要讲，这个留言是因为去留言的，好，所以这件事情冤有头债有主，好，所以我想英太太应该要请发言人好好的向他交代，好，所以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出来郑重说明，我是宣粉，我是宣粉。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李斯兰副市长、林华副市长以及市府团队以及远雄团队各位媒体朋友一起来台北大巨蛋开箱。我想今天是球迷的时刻，是台北的时刻。30多年前在台北市立棒球场，也就是现在小巨蛋的所在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当时中华职棒冠军战的赛程打乱，也引起现场上万的观众在雨中大声呼喊，我们要巨蛋，我们要巨蛋。今天我要在这边感谢当时在现场允诺大巨蛋的郝柏村院长以及历任市长，大家一棒接一棒的努力，从选址、规划、动工、停顿、复工到今天完工，我想都是所有辛苦的市府同仁以及施工团队大家共同努力，经过这么多年32年的风雨。我们市府团队上任之后，也积极的跟中央沟通，也全面的全心投入，所以今天站在这里，让我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也想向32年前在雨中呼喊的球迷朋友回应：我们要巨蛋，我们有巨蛋。其实，在七月中，大联盟的专家哦，常务专家 Chad Olson 他有到现场来实际看我们。请他来这边给我们一些指导跟建议，他看得非常仔细哦，归类出有四大类，很多项细节的部分希望我们来改善，包括我们刚实际走了一遍，大家可以看到本垒板内野后方的相关防撞软垫，还有包括防护网加长，投手丘草坪跟红土衔接部分平顺，甚至投手板当时他拿尺测量高度差了1公分，他也要求我们改善，还有包括甚至到全垒打标杆最下面有一节的这个标杆网，他也要求我们加上，所以他看的都完全，第一是以球员的安全为优先考量，第二还有所有进场观众的安全为考量，我们也要求远雄逐项的改善，今天看了也都全部改善完成。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李四川副市长，他是大巨蛋可以完工最重要的推手，也谢谢我们所有市府团队的同仁，包括体育局，包括陈世耀基监，包括林华副市长督导相关的局处，因为大家都知道市民朋友迫不及待，但
也顶住压力，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所以我听到很多同仁跟我反映，告诉我其实在整个过程他们几乎天天到大学长报道来督导相关的工程，所以非常的感谢。今天是我们大巨蛋园区的第一区，也就是球场这整个球体，哦，来让大家开箱实际到球场里面来看看我们相关改善的项目。我们在十一月会举办两场示范赛，十二月我们预计举办亚锦赛，届时会有亚洲各国队伍齐聚一堂在大巨蛋比赛。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可以进场为中华队加油。我希望大巨蛋的落成不只是满足国人对于最高规格大型的运动场馆的需求，更重要，我们希望所有热爱棒球的老球迷可以牵着小球迷走进大巨蛋看棒球，让棒球的记忆可以传承延续。今天开箱是一个里程碑，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场到大巨蛋看比赛，让我们的棒球记忆可以共同写下我们这个世代属于大家的美好回忆。这个区块有没有说要改善？顾问针对这个草皮跟红土，跟红土区，对这个地方，它一个角度，它对于这个美版这个，对，主要衔接处的地方。那以日本他们的经验，都是在我们底下，因为有甜细胶、还细沙跟那个橡胶颗粒，那当然他们在红土的地方会跟细胶还有橡胶颗粒结合，那草皮的地方因为它是可以伸缩的，所以它就会让草皮地方有点露出来。那这个部分 NLB 的顾问就认为说，那应该让沙子稍微再顺出去一点，让它这样比较顺服一点。所以其实现在草坪跟红土衔接的部分是还蛮平顺的。是是是。那美津浓因为在日本它已经有做个三个室内的巨蛋，大阪、名古屋跟西武巨蛋，所以他们是对对都是用他们的草皮，所以他们相当有经验。就我们那后来在九月的时候，他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又重新再检视过一次。那所以在红土跟草皮这个地方，他们大概都有重新再看过，重新再把它弄得顺平。所以九月一个月，他们又再全面检视一次，是是是，就衔接的部分是草坪跟红土，现在看起来是都还蛮平顺的，是是，也符合规定。好，这个是碰撞。所以那天大联盟专家谢罗森，他是很多细微的地方都是球员的安全为考量，这是包括。因为美国他们在因为有职业棒球队，所以他们对这方面就是职业比赛的经验比较多，其他就是我们目前台湾比较缺乏。那也蛮感谢蔡牛皮的顾问给我们这些意见。看什么？那这个地方再高上去可能就影响视野，而且选手其实他已经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要试撞一下。你要从那种要有点像，你有手套吗？你要像接那个界外球那样子。对啊，丢一点。你怎么样？丢球给市长接。真的哇！对对对，演得很真，整个撞上去，让接起来。